值得懷念。即係而家個社會，咁咪大家等時機咯。到時有冇民陣唔知啦。我都其實唔係咁想再做，有啲攰啊，因為唔係咁想做係因為攰啫。咁但係想做嘅係因為覺得好想見翻曬咁多人。三位都是很好的戰友，反修例運動期間毛孟靜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召集人，我們是合作得很多的，長毛就不用說了，是我黨友，也是很多年來教我很多事的人，岑子傑就是我的戰友，反修例運動我想沒有人不是見到我們兩個，基本上我們經常性一起，我們經歷了很多，因為我最近發生了一些事，然後呢他們就覺得很擔心，還有民陣呢就個個在這裡說什麼取締啊，又說國安法啊，又說勾結外國勢力又成啊這樣，然後他們又很擔心我這樣，因為我們以前每天見嘛，每天可以談到偈，但現在就不是，就他們會比較擔心我這樣，但我就說放心啦，我跟長毛說就是小伙子長大了，我跟岑子傑就跟他說得了，收到了，是這樣，是啊，見到他們兩個寫到這樣，那沒理由不理啊，是不是，應該就來咯，去支持一下咯。那今天的結果其實大家都預料了，真的很微的機會，但是未還未，但都要即有些希望的做人。我覺得這個遲早的事，他不停地去製造不同的恐懼出來，去令到你不敢去做一些事，所以我每一次 去回應的時候，我都說尊重理解，那你不能強求叫大家一起跟我，好像大家就好像我一樣一起受，那我不可以這樣的嘛，那你繼續做社會運動，你就要想 我真的如果長遠的話，我都可能會中的，那所以就我有想過自己的，但我就冇諗過喺呢一屆嘅民陣會咁快地喺幾個月，我佔咗幾耐，半年都冇嘅時間就咁咯。我嗰日先同兄姐食飯，我同阿兄姐講，如果民陣嚟被取締咧，或者係即係俾人告咧，我覺得兄姐重新要思考就係呢個合法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呢件事咧，係點樣處理好咧？我不解散咧，個決定是落得很快嘅。民陣不是我噶嘛，民陣亦都唔係而家現有的是但一個團體噶嘛。民陣是屬於社會噶嘛，我不可以話因為依家嘅恐懼，我就去解散一個存在接近20年的平台。我寧願下屆就冇人接，就暫時停止運作。當佢取締的時候，我都冇辦法。咁你咪取締咯。咁如果我哋連我哋自己嘅一啲底線，我哋都唔去守，嘅原則都唔去守，然後我哋自己去解散，咁下一步係咩啊？下一步就係其他團體都解散咯。咁以後唔使再講咩平反六四啦。俾我揀多次，我可能真係要猶豫一下，因為其實富士山我都冇諗過噶。其實我諗住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一個幕後的人手，去即係黐下啲示威牌啊，做下啲 band 啊，拎下台搬搬台台啊，做下街站就算噶啦，人生過得好好噶啦。我唔係咁適宜做呢啲位嘅，咁但係都冇辦法，我冇 Jimmy 咁能言善辯啊嘛，我亦都冇其他嘅議員們，或者甚至係其他嘅政黨主政們係讀過咁多書啊，比起佢哋嘅經驗。上面我是真的差很多倍，但他們又想我們做，然後我們做又很難做，但都要頂的，那就頂咯。我現在都是24歲而已，我接下來25歲，
我俾盡坐十年，我都係35啫嘛。即係雖然好串啦，咁樣講，即係對比一啲年紀大少少嘅好串啦。咁但係真係事實嚟噶嘛。咁我係有能力去付出啊嘛，我又冇乜包袱啊嘛。平時每晚長毛都一定會揾我，而家我係每晚唉翻屋企啦，即係翻屋企休下休下息算啦。咁啊，有時唔係自己自己一個作戰嘅問題。我知道很多政黨或者團體或者很多人是話同我講話支持啊加油啊有需要就揾佢，咁但我很多時係唔會揾佢哋噶嘛，我都唔會特別同佢哋講。咁我通常都係同翻長毛講，因為同阿岑子傑講，咁但係就係冇咗呢啲人咯。長毛就很好嘅，如果我冇理佢咧，佢係會不停咁喺電話度 send 啲歌俾我啊。嗰啲 Bob Dylan 啊，啲歌啊，或者咩物俾啲歌我啊，叫我保重啊，叫我好好休息啊，通常都係咁啊。長毛，長毛真係幫我好多。通常咧，我哋咧就喺五號、六號球場嗰度咧就會 set 台，整個台咁樣就兩邊望住嘅。咁然之後，點解我哋要近天后呢？因為原因係好多人會喺銅鑼灣過嚟。咁好多人喺銅鑼灣過嚟咧，咁我哋喺天后有好少少嘅，警方一定會逼我哋盡早出發嘅，因為佢唔想個見到好多人咁樣嘛，即係個畫面上見到好多人嘛，真係有個畫面係真係個球場滿曬人啦。咁我哋咧就會好，我哋咧就大會宣言啊開始讀啦。咁然之後咧，我同阿岑子傑咧就依個台咧就跑，之後經依個出入口咧就跑去前面十六號閘。我哋就會拎條 banner 出發噶啦，行到去巴士個位咧，咁由頭車就會起步，咁我哋一齊出發咁樣。頭先講嘅呢堆咁樣嘅流程啦，有咩感覺呀？值得懷念，值得懷念，但係又唔想再即係算啦，由佢啦。即係而家個社會，大家即係等時機嘅時候咪會做咯，咁咪大家等時機咯。咁但係到時有冇民陣唔知啦，但係我都其實唔係咁想再做，有啲攰嘅，因為你諗下由。頭到尾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唔係咁想做係因為攰啫，咁但係想做嘅係因為覺得好想見翻曬咁多人。最記得係八一八啦，八一八係當時又係好大雨，然後好大風，然之後係凍到阿媽都唔認得嘅時候咁，我好似係有低温症咁樣嘅，即係直情係發冷咁樣嘅。八一八係一個好經典嘅，當時政府就係話：哦，你一定唔會和平嘅。佢就話：如果你和平做到嘅，咁我哋咪有對話咯咁樣。最後我哋係做到和平嘅，咁但係就政府就係檢控我哋，迫害我哋，咁冇辦法啦。係咪而家啲堅持嘅人係有問題啊？即係我最近思考緊呢個問題，做咩啫？堅持又唔得，堅持咁樣，點解大家唔去即係理下啲堅持嘅人咧？咁多手足坐咗喺監獄裏邊，佢哋堅持緊，我哋呢啲喺出邊嘅又堅持緊。世界是會有眼的嘛，所有人都會有眼看住的嘛。我相信的是香港市民不會放棄，因為我相信他們，我希望他們不要令我失望。